相信注意延禧攻略的小伙伴都对富察皇后一出场就拿在手里的那串珠子不会太陌生。在一部人物众多的宫斗剧里，就算摄像师多给了一个视频几个镜头，但是他真的能火起来，就说明剧组还是下了血本的。富察皇后在死之前曾经将那串他从不离手的手串送给魏璎珞，说是为他父亲祈福，但是后来皇后死了，这串珠子也就成了皇后留给魏璎珞最后的纪念品。这串珠子对魏璎珞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而在延禧攻略接下来的预告中，弘昼在宫中拦下失宠的令嫔，更用脚踩了明玉的手，璎珞上前阻拦。这时候我们看到了璎珞的手上戴的正是先前皇后娘娘给的那个手串，于是小编搜了一下，没想到这个手串如今竟然卖到了10000块钱，网上的仿品尚且如此高价，更别说延禧剧组中的正品了。其实延禧攻略早就公布了，这次拍这部剧就花了3亿的资金，秦岚更是曾经说过，她穿的一件衣服就要40万。不管是其中许多场景的复原，还是人物穿的服装，都是最大程度上力求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原貌。因此，许多古董自然是高价的。但是好在延禧剧组的钱没有白花，如今这部剧播出过半，依然热度不减，3天2头上热搜，情节更是让人欲罢不能，牵肠挂肚。因此就算在一串珠子上花了天价也没什么，但是许多网友就表示了，贫穷再次限制了我的想象。